都对，他说的对，他他妈全家说的都对。对不对？我他妈就为了逗你们开心，对不对？我跟干嘛？我跟刚才那个大哥说话，人家大哥生气了，还不是笑呵呵的吗？平常能看到这种神经病啊？闹开心。哎，我就问你们，我跟哪个人互动，我把别人给惹生气了，对不对？高高兴兴。对对，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不说这个不开心的事儿啊。反正还有一句话，都户外主播都不容易，能帮我打打卡，帮我打打卡，不容易，打卡在这个地方，直播室通知在这边，能帮我点点吗？好不好？这个世界总有人看我顺眼，总有人不看我顺眼，但是我希望能遇到看我顺眼的兄弟们，因为有你们，每一天都非常的精彩，好吧？手机用户这里有，你要是手机用户这边点那个关注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手机用户在这边有个关注，你点一下去，后面是不是有车？按喇叭谁按了啊？这条路是我家的，你不要跟人家抢。VR 可能给你送饭的。谁呀？我叫人给你送饭了。叫人给我送饭？妈，脑子坏了！你真的他妈让他们给我送饭来了？不用都他妈几点了，他们肯定他妈去买肯德基了，你别脑子坏了让他们送饭给我吃啊，送什么呀送。都他妈几点了送啥饭呢，我一会儿关直播吃，我虽然没吃饭但不至于他妈现场直播吃饭呢。不用他妈一过来他妈又是炫富。饿就饿一会儿吧，没事儿了。饿就饿一会儿吧，他们你们不知道他们做事风格，他们一会儿能把他们肯德基都砸了，我操！管他了，老子管他了。而且我这个人说一不二，我一向都是到肯德基吃麦当劳。Q 五预计30秒到。啊！操他妈 ，Q 五在哪儿呢？我操！送什么东西给我吃？Q 五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路由。他肯定他妈拿着手机在找我呢，我他妈就在这附近，他一早找到我了。直播到几点？现在才几点钟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几点钟？北京时间3:50。你们那儿的油费我包了，哥，我这边油费还是能付得起的，没关系。我这个车其实说实话不是很费油的啊。这车小排量，就3个缸，你自己算能费多少油？给他们天天说的夸张是，哎呀，油钱都付不起了，我靠！我也不想骗人，我这车也不是那么耗油，跟他妈摩托车差不多。这车他妈才3个缸，不是很费油。就说实话，我每天都是开玩笑的，油钱付不起，你们自己算吧，3个缸能费什么油啊？对不对？我也不傻呀，脑子坏了，天天油钱交不起来，这样开直播有意思吗？对不对？兄弟们挺辛苦的，想赚钱啊，想在 YY 上面得到一些东西，你就必须辛苦，因为你是男人，你和女人不一样，女人只要几个土豪看中就 OK 了，没事帮你顶顶，做做任务，钱就不缺了，知不知道？这个我说现实的东西，并不存在攻击哪位女主播，你们说我说的对吗？太对了，我只有得到游客的认可，我只有得到你们游客的那个就是认可，我才能赚到钱，我不可能让某一个土豪为我刷他妈几百万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一个土豪最多给我刷10万块钱，我说就算到以后也他妈只能这样，他在我身体上面得不到任何东东，对呀，我说的实话，这他妈就是现实的社会，没办法。菊花要他妈菊花有毛病，我操，我还害怕了菊花，我给他切了，我操。